나 이제 걔랑 끝났어. 근데 나 정말 걔 못 잊겠어. 너 걔랑 혹시 했어? 에이, 괜찮아. 요즘 그냥 다들 아무렇지 않게 하잖아. 했구나. 아, 걔 진짜 나쁜 놈이다. 어떻게 그러고 떠나버릴 수 있어? 근데 문제는 우리 안 했어. 진짜? 걔가 거절했어. 曾经在我脑海里常常浮现这样的一个画面，外面真实的世界就是内心里的一个写照，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对外面的世界有一丝丝的眷恋。我一直很怀疑外面世界的人能有些什么执着，直到我初次遇见一真，我的这份质疑就更有趣了。那天是在一间教堂外的一个冬天，寒冷的天气逼得我很渴望能多有些温暖。果然不用多久，我们再次相遇了。我记得那天，他就站在繁华的街头上，和我默默地对望，而我却孤立在对面冷清的角落。他没等我先开口，突然问了我一句话：“你계속이렇게걷기만할건가요？”我决定离开一真的那一天，他带我到这间教堂里，也许是最后的挣扎，他显得很无力和疲倦。我本来还想要说的话都用不着了，推开出口门的刹那，我回过头记清楚他最后的模样，我才知道有多么舍不得。但是心里清楚的是，就不需要再追究什么了。是不是可以请你
어쩔 수 없어. 난 그냥 그 사람 생각 계속 할 거야. 我肯定一真会有一天会来找我，就等着他什么时候愿意跨出那一步。所以我没有忘记留些东西给他。所有璀璨的黄昏都有落幕的时候。已经离开了外面的那个世界，但是后来我脑海里又多了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告诉了我，其实我不曾出走过，因为我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우리가계속이렇게걸어가다보면우리는그언젠가서로를만나게될수있을거야